对，所以我是 James， 然后我今天要分享是 I'm in it for the journey， 就是为体验而参加，而不是为了钱或是赚到什么其他的成果。所以我当然不是台湾人，我是来自这个地方，就是英国的伦敦。那伦敦是一个美好的城市，可是呢，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蛮还有蛮多的缺点。然后其中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下雨，它是常常下雨。所以我觉得伦敦是一个 city of different grace， 就是很多不同灰色的城市就对了。所以我觉得说，那我应该要离开英国吧，就是去看时间，然后去旅行。这当然不是我，可是可是我想买那个衣服的样子。所以我去哪里呢？我不晓得大家看这些五颜，觉得可以猜得出来我去哪里吗？其中一个是泰国，这是斯里兰卡跟寮国，所以我去那边跑五个月的时间。然后这是我在斯里兰卡的海边，然后就去一个很陌生的地方，跟英国很不同的地方去体验他那边。所以后来我觉得，哎，我要去什么其他的地方，就是比较陌生。然后我只有两个条件，第一个是离英国最远的地方，然后是我不认识一个去过那个地方的朋友或是家庭，所以我来到台湾。因为我觉得对英国来说，大部分的人是听过台湾，可是不知道台湾是怎么样，所以我觉得好吧，那我就去台湾。对 ，Come on， OK， 所以我对我的英国朋友觉得台湾是一个。不知道，可是可能是哦，应该有一种中国风的文化，然后就 maybe 是比较传统，然后其实他们也没来过。那对我的美国朋友来说是哦，海滩很好，什么什么，蛮烂的想法，所以这是泰国嘛。那我的爷爷，因为他是。很久以前有听过台湾，所以他觉得，哎，他们都是工厂，然后在里面工作得很辛苦，然后做什么电子用品啊，什么什么衣服啊之类的。可是呢，我觉得来到台湾是一个好机会，因为我可以 visit all the places， 就是去台湾所有的地方，看台湾各种各类的特色跟文化，所以。我就是去 visit all the places， 所以对，你们应该台湾人是很喜欢跑去国外的，所以我觉得一个外国人跑来台湾跟你分享台湾的特色是蛮特别的。所以我来到台湾，我觉得哎，我可以改变什么，我可以为体验而参加什么东西。那我是评估说，台湾的网络产业。是还 OK， 可是需要一点点帮忙，所以我觉得我是看到台湾的新创团队，觉得，哎，他们需要什么帮忙，我可以帮的忙，maybe 他们是找钱，就像 John 刚获得几百万美金的投资，所以我是带国外的创业竞赛、创业的东西带到台湾去协助这些小那个新创团队去发展，然后给他们一个机会去扩大。所以 the journey 不是一个旅行，也可能是，可是它是所有你能改变的东西，或是你可以改善的东西。所以 maybe 是像我第一天来台湾，一个中文字都不会，这个也是一个 journey， 因为是从 A 到 B。所以maybe 是新创团队，他们才有两个人开。就是创业嘛，可是到时候 maybe 有二十几个员工或是 Google， 所以我的 message 就是我想鼓励大家去找一个地方，找一个东西，找一个题目去改善，然后找到你自己的 journey。Hurry up！ 还有吗？那想多了解认识我就可以到我的网站，谢谢。